OK， 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小角落啊。那这边就是有一些小的脚架啊，然后我们的六角扳手，超多六角扳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摄影会需要用到这么多六角扳手，但是就是每一个设备都有不同的尺寸的六角扳手，从一个非常非常大，然后到正常的尺寸，然后到小。各种不同的六角扳手，你看这每一只都是不同尺寸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到这么多六角扳手。那还有我们的大的扳手啊，然后有小配件镜头盖，然后机身盖、镜头盖，还有我们的云台，就这样差不多，还有一些电线，就这样